为何台湾最美丽的海浪在屏东？原因就是黑潮。以下就是黑潮的介绍。由于地球的自转，北太平洋产生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的洋流，而这个洋流被称为黑潮。黑潮以每秒 1.5 公尺的速度，也就是每天129公里的速度，从赤道穿越巴士海峡流过台湾。简单的说，台湾被快速流动的海水包围，而屏东是唯一被黑潮正面推挤的地方，所以台湾最美丽的海浪在屏东。黑潮正面推挤的海岸位于垦丁国家公园的五个景点：一、白沙湾；二、南湾；三、小湾；四、船帆石；五、满洲乡。以下就是黑潮画家陈立德为这五个景点所创作的油画。Thank you.